我要圆形蛋糕。好了。你有事啊？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我是。我们要叫一下开头啊。我是丽丽。今天是我们妈妈的生日，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唱生日快乐歌。等一下，没有妈妈进场，那还没点蜡烛。这个不是小白白，它是小石虎。你看爸爸。它不是今年三岁哦，不是新人班哦。好了，走，等一下。今天有个小寿星，他今天要庆生，然后他，然后他的蛋糕图案是个小花朵，他的礼物有很多，而且是手工的。然后他今天就开始庆生喽。耶。老师，中气不足。老师，李老师，我不喜欢。现场好臭。你有没有怀疑？相信我，真的很臭。看爸爸。相信我，真的很臭。看爸爸，三。二二，三，二，好。妈，我要中间这个。你要中间那个吗？你喜欢吃巧克力啊，你觉得？看起来。要是等一下，会不会把整片那个？哦，碎声呢？来，谁要先吃？姐姐。啊，我这样的。这个没切。QQ， 我想要大块一点。这块很大块，那你不大你要多大块？你跟我讲，比在哪里？一片花瓣。妹妹你要多大块？大。这一块跟这一块，妹妹选一块。哇，天霸王哎！我的花，我的好完整。妹妹你要吃吗？妈妈，我的最完整。啊，这个小颗粒好苦。小妈咪，这块给你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妈妈的礼物呢？非常快。还有爸爸礼物对不对？妹妹，你昨天说帮爸爸做礼物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爸爸好期待啊！爸爸好期待啊！妹妹昨天说帮爸爸一起做礼物的。那上次爸爸说爸爸礼物是什么？想几个？小猫咪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在想。送妈妈什么东西？因为明天就妈妈生日。妈妈生日礼物前一天就开始想了，爸爸生日都没有送爸爸生日礼物啦。我帮你做。这如果是妈妈生日才想说顺便帮爸爸一起做了。我今天就帮你做啊。今天要帮我做，你要帮我，明天去给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这爸爸会不会要求太多了？不会啊。不会啊。刚好，刚好，对呀、啊、哈，生女儿果然贴心哈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